S.H.E 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。不过现在我觉得当歌手真的还挺难的。本来呢，现在的演唱事业就不是那么景气，那还有那么多非专业的，比如说像演员来跨界歌手来抢饭碗了。不过抢不抢得过呢，那就不一定了。离开小时候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。人情和冲动。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请问陈妍希，你怎么了？好好回去拍戏好不好？当陈妍希这一段唱天黑黑的视频曝光。